我们上车好不好？扎等家吗？好不好？旁边打电话的家啦，来啦，今天啊，阿你家等车，好不好？你很黑啊嘞？啊？放在这里附近啊？没关系啊，那我们直接上车好不好？旁边打电话的家。下面。妹呐，我们我那两米刚压压路了，好不？好啦。你这物件刚在炸？啊对哦，有啦。没炸？我们 A Q 的呀，对啊。我们是送的，每一天都是送家。好啦，我就是讲。面包跟水吗？对啊，你买嘛？无好啊，坐互伊食好啊。好啊，你坐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等下找物件给你吃，吼。谢谢你哦。没。先通知他家里。嗯。来接他的吗？你是他的女儿。女儿。对。他不见好几天。他不见一天，不见一天啊、哦！那个东西，所以我去找，然后所以去找到两三点嘞。昨天啊、哦？对啊，就绕到那边什么汽车厅，他跑到提顶大道那边去，去那个环保局、那个加油站、全国加油站那边。人家说他捡了一大堆，你等下看他如果有需要的东西，在那个饭他就先买一个东西给他吃，哎呀、啊。好，赶快回家休息啊！早餐还没吃，快点。好，对啊。来，口罩先戴好，谢谢。哎，先生，好，我给你来。好险，早上不会。啊